公公，这个是学校正门，50米都不到，完全朝南的3楼的房子，房子很小的一个，很大的一个巨阳哥。那这个是客厅，客厅非常大的，这个是厨房，都是新的，新装修的。哇，这看一下，真的阳光非常丰富，客厅真的很大。这个是小房，小房这个太小了，可是通风非常好，大房非常好的非常好，房子挺大，以后下级房都帮你配的。哇，阳光真的很丰富。这是进来的，鞋柜真的很大，那卫生间也是小窗口，卫生间也是小窗口，挺不错的房子，学校真的很近。有一个缺点的，一个房子太小了。我说金公公，